第七史诗新手怎么玩？很多新手玩家在进入第七史诗游戏之后就不知道怎么玩了，下面就给大家带来第七史诗新手攻略。想要玩破解版本的玩家可以通过 uxox.com 进行体验，直接可以无限资源无限礼包。一、召唤。召唤试过了一至十之后可以中会30次，其中选一个，要慎重哦，因为一个账号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一开始的时候比起神器更重要的是英雄，有了它可以过了。二、圣域。第一偶乐必斯之心，光之镜三级 Angst， 生命摇篮二级 Angst， 祝福圣所一级天空石，金币收集最有效率。第二指挥本部，行政部三级只强化行政部的原因是因为行政部是除了迷宫唯一能获得古代硬币的地方。第三杠铁工房，匠人熔炉三级第七式诗式通关卡，制作装备来可以获得装备，所以为了得到钻月级的装备需要升级。第四杠铁工房，匠人熔炉三级。第五机灵之森，扩张到三级每天可获的荧光幻影二星三，这个是最基础的打底，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偶乐必斯气息，这个顺序是根据天空石戒指、古代硬币稀缺戒指制作传奇装备，为了收集荧光幻影。三、装备。等级一般、稀有、英雄、传奇。武器 Angst， 固定攻击力。铠甲 Angst， 固定防御力。头盔 Angst， 固定生命力。项链 Angst， 抵制速度降低，效果命中。戒指 Angst， 速度、致命攻击、致命伤害。鞋子 Angst， 致命伤害、效果命中、抵制效果。需要套装装备，根据英雄的特性配的装备不同。最重要的是限时未加比百分号的武器更好。四、每日任务加每周任务。骑士团出席确认 Angst， 团运商店 Angst， 摩罗哥拉种子加迷宫罗盘每周加紫光幻影每月。每日任务加每周任务，商店 Angst， 友情 Angst， 购买行动力加入场券，商店 Angst， 征服点数 Angst， 购买行动力加摩罗哥拉种子一周一次，深渊三次，讨伐一次，精灵祭坛一次，迷宫一次，召唤免费一次，入场券全部用掉，确认圣域，确认公告及活动。五、三星英雄。四星和五星是一般要抽出来的，不然的话挪拿到，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三星英雄中值得培养的。火内容，拉斯坦克加屠杀部坠运坦克加戴利亚速度加卡麦罗斯攻击。水内容，埃德勒恢复加亚丽莎致命攻击加美斯地彩攻击 Undamp 恢复。自然内容，奇利斯攻击中毒技能，罗里娜攻击加艾尔森内容增益加恢复怨分任务，喜可速度加攻击怨分任务，卡尔图哈个人速度怨分任务，克罗兹内容增益加坦克怨分任务，玛雅内容增益加坦克怨分任务，这些培养好的话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票圈视频。